敢无男朋友？伫加拿大读册时阵，我甲阮男朋友已经分手啊。以后不管你有啥物困难，随时拢能甲我讲，我绝对会甲你斗相共。爸，你是咧哭啥？做唔到代志，妈你是应该啦。志涵，你若这么无礼貌，要入来进前应该先弄明知影。你讲唔开门，你是惊人来给你讨消息？啊，这唔是啦！啊，恁安尼当时讲安来看我，啊，你老鬼在讲啊，是要创啊啦？来，遐坐遐坐啦，我来泡茶啦。唔免，请坐。我甲我妈妈有话想要问你。敢讲我伫外口跋筊，欠人缴钱的代志，我哪传到恁的耳根边来啊？我就知咧，到尾哪可能改掉食屎习惯？你到底欠人偌济？其实咯，我那无偌济啦。偌济？无偌济啦，还得两百外尔啦。我鬼敢无看到你，你输两百外？我哪一年无看到你嘞？唔得要输两亿外？袂啦，你放心啦，我行情也无通遐好啦。啊，交易场哦，我那无通啊，我欠遐济啦，我红当红顶啊啦。林志荣，你倒那真正有孝心无？我会雕像你家处理你的，啊！我给你咒抓，我保证，我此后绝对袂阁去保护你啊！无要保护你啊，改无别项嘛。志良，我唔准你插伊哦。但伊家己咧爱玩死好啦，别人动手，较省咱咱用钱请人来做菜请。人讲哦，女性有情无情，无啥物路用，为着新台票，啥物代志都敢做，最毒妇人心，真正有影啦！我即马就安尼咧破功打倒，要死袂转去啊！你唔求我无担心，搁咧甲我唱衰，啊无事当时，我敢真正家己咧卖，我要甲你摕出啊钱来做一下生意啊，你就唔，啊我食饱用剩钱也无头路啦，啊我无找一个通啊消磨时间，啊无我要安怎？我叫你去做大人，叫你去死死的，你唔管，我叫你甲阮小姐到底厝的，你嫌无聊啦？我说吼，我甲志荣即马是咧做大事，我无遐尼美国时间，你咧安怎？我大哥志荣要来你家的时阵，在恁的房间看几阿弟，啊，恁若是嫌无，你会当赶紧行去啊，唔免开钱，佮会当消磨时间，佮会当动脑筋，安尼佮不是真好？你莫较拜托的，啊，无你佮我当作我即马七老八老咧食饱等死啊！我才五十岁尔，我还佫一辈活龄的呢。你我目睭内啊，你佮伊是差不多啦，眼看拢是贪门白白食饱等死。无你卡哦，咱都比你搁较强啦。我甲你说完嘞哦，恁的祖先内底较有名，可能就是迄个袁世凯，家己封家己做皇帝，啊结果嘞，八十三天哦，都娶起来啦。我看你哦，家己迄个唔正祖先，恁的命格应该是差不多啦。家己上好是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安尼望呀望，等呀等，等讲唔望讲，恁母我囝会当来看我，想要甲阮一进门。安尼细细念，安尼讲甲无一块好话，输咧单位讲咧，等到我安尼一粒头壳都要白破。志荣，我咧看哦，你为细汉到大汉，我那无咧好计啦。有闲哦，我带你来看耳鼻喉科。是安怎讲？遐就搁问。啊，一个人骂翁哪咧骂囝，骂囝哪咧骂孙咧，啊骂甲会牵丝，骂甲会单位讲，啊雷公若单顾你的耳孔膜真正袂白破，真正袂受伤害，我就唔信。我的耳孔膜真好，免你烦恼。今仔我甲我妈妈过来，其实毋是为着要骂你，顶多阮是有代志，想要拜托的。拜托我？哼！什么代志要拜托我？阮即摆有一笔真大的生意要甲李泰山讲，阮嘛准备好一个真大的红包，想要送互你。阮知影你甲李泰山有一点仔交情，所以才会过来找你，看你是毋是我都斗相共。你即摆意思就是？叫我代替恁出面，甲李泰山讲生理就对了。安怎？你即摆是唔肯，还是你家己根本就无实在啊？啊，无啦！但咱一家人，我哪有迄个唔肯的？那咱讲实的，李泰山的代志，你找我就对了。我甲李泰山的交情，我用你讲是一粒米的。想到二十几年前哦，我甲李泰山逐天出去咧爬七啦，哈哈哈，七啦几处景。啊！来李泰山哦，一个拍过一个，
常常嘛，伊阮一寡伊啰安尼糟人济，安尼袂了法度人处理，乌道要来甲强悍，拢嘛我出面来替你的，对不对？即嘛，你若叫我来找伊，伊算有欠我的情，找我到底倒倒？大声话哦，新民哥才早啦，你唔通袂记哩哦。人即嘛是手头几啊百个生意的大头家啦，啊你嘞？你敢那是落地啊空空，敢那样碰风的人啦？人是唔是要认你这个朋友也唔知嘞？讲到嘴甲全破嘞！你放心啦，我甲李泰山算马子的啦，只要我亲身出马，伊绝对爱袂我这个人情啦。啊，到时阵吼，你迄个红包钱就会当省开啊，对不对？志龙，咱讲实的，这条代志呐，我若处理了好势了，甲你迄个红包是不是会当我做下礼？你敢真正这样有把？百分之百。No problem， 绝对无问题。好，若是你免开一角银，等于将代志讲好成，我绝对会收你一个大红包。安尼你就赶紧哦，叫李泰山出来，出来跟我见面。放心，这件代志我会赶紧安排。真久无做大生意，这摆我真正会当大开杀戒。总裁，你要来滴？多谢。安娜，你甲志良是安怎熟识？我是因为志良女朋友的关系，才熟识志良的。你是讲志良在加拿大留下你的女朋友是无？原来你嘛知影伊哦。我伫加拿大读册时阵，志良的女朋友拄啊是我的同学，嘛是我的 roommate。唔知影总裁，你捌看过伊无？无。也毋过我捌听志良提起过，我到即阵阁毋捌见过迄个人的面。对啦，安娜，恁家住伫倒位？你厝内阁有啥物人？阮家住伫新竹啦，因为上班的关系，我着一个人搬来台北住。即摆厝内底，敢若剩阮爸爸和阮妈妈两个人尔。嗯，你敢无男朋友？伫加拿大读册时阵，我甲阮男朋友已经分手啊。敢讲你无想要搁交一个？我即马家己一个人住，日子过来真自由嘛，真安稳。我无想要改变即卖生活状况。你再讲，我厝内底有爸爸妈妈爱妻，感情的代志就暂时放一边。过年来厝内斗趁钱较重要啊。我一向拢真介友好的人，以后不管你有啥物困难，随时拢能甲我讲，我绝对会甲你斗相共。多谢总裁。也毋过，最近我妈妈的身体毋是真好，我阁无法度留伫伊身躯边照顾，我干那用趁放假的时阵转去看伊，我感觉我家己实在足不好。安娜，你先莫伤心啦，若是有必要，我会让你休困几工啊，让你倒转去看你妈妈。你是咧哭啥？做唔着代志，妈你是应该啦。志涵，你若这么无礼貌，要入来进前应该先弄，唔知影。嘿，谢总裁，你杯仔唔收收的，紧出去。